样去呢解释会的里面第五个验证文字单位，它还是属于文字。好，文字单位我点进去以后，这边有代算，没有代算，请你点一下代算。好，我们去看一下类型。第一个看类型，类型呢是日期，生日，生日呢是属于日期。好，那我们的格式呢就可以要求 YYYY 横线。好 ，YYYY 横线。好，这个呢做好以后，我们呢仍然一样哈、啊，希望它、啊、这边的赏格自动验证。那我们呢同时也希望呢强制执行模式，强制执行，所以必要必要就是一定要填，不填就会跳出这些错误。那强制执行模式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横线可以不要打。好，这样子设定好了以后，啊，这些呢就没有什么对象去筛选，真的。好，生产量计算，重新对一下。好，我们去打啊。你这边呢，如果说你不打跳出来，就告诉你需要有一个人士，那个是必要的，必要的。好，重新对一下。那你如果说呢，我打2000年。你看，我打一个，它的横线就带出来了。五月打，好，我打1月1号，一，你看横线就出来了。所以它是强制执行的模式，日期的模式的横线可以不用它。好，横线，好，来，完成一格式就是 YYY 后面有个 D 的 YYYY 横线，必须要照着它规定。所以如果答案有效的话，就不会出来，对不对？没有啊，你要照着格式打啊。比如说你打斜线，它会低一点，因为你有设定的是 YYYY 横线，你比如说打斜线，它就不低你了，你就打错了。大学线不接受。
继续我们来看一下电子邮件。电子邮件如果设定方便进来。好，我们呢去验证啊，电子邮件我们呢是现在浏览器里面，那使用者呢他这边呢啊，我们要防范他乱打啊，比如说呢有些人就乱打啊，比如说呢啊 A111 啊，然后呢里面呢点 gmail 点 com 啊，然后某某的信箱在这边啊，游标关闭一下，哎，没有出现任何讯息代表不管，这样子的一个 email 留给你啊，你网站的设计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他乱打，乱打啊！那你如何呢去掌控它？啊，这边呢就要去控制它的电子邮件是不是按规定打的啊？所以呢，如果说呢你跳出来呢，它就会出现啊，应该怎么样去验证它啊？好，一样我们就到这地方来，点这个地方。仍然是要 screen 里面第五个。好，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蓝色选就会看到啊。好，我们第一个呢选类型呢里面呢第三个就是电子邮件的地址。啊，电子邮件的地址，好，它这个呢格式这边呢没有啊。那预设状态呢，我不会是说无效，你开始打开。我们就是设，你也可以设初始的，或者是必要需要的，或者是设一个啊，可是错误的话出现可是无效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很多啊，就是把手机开的话，就应该呢就去验证。那你这个人要不要去强制执行？去清单，只有必要用强制执行代表手机上啊，这样做好就做好。好，做好了，我们到浏览器来浏览，重新整理一下。好，我这个地方假设呢，我这边随便打一二三啊，点 gmail 邮件嘛，老师是邮件吗？邮件。好，我这边呢故意还是这样。好，打完以后呢，游标随便跑出来，它就出现了，它就要出现。用的一看，哇，这个电脑这么厉害，乱打他都知道，啊、哦，他就会怪怪的去打。好，来测试一下。
序号。好，我们随便呢，中间这个呢是改变一下，里面会仍然是无效啊。那你打一些特殊符号都会无效。打这边呢有个所以呢，你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去验证啊，一定呢是一个 S， 就是 S 啊，游标下来这样。其实。这个功能它是验证里面这个呢设定的电源，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栏位里面你一定要有一个 at， 了解吗？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其实前后不要使用的会像学过我们的课程说哎你看我看我就随便呢只要留下一个 at 就可以了，就可以过好再见。哎，没那么笨。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方圆循环。好，我们再看一下 URL 啊，这个城市码，点它，在这个地方。电脑不正啊，再来一次。好，个人网页点这个地方去一样，在这个地方去呼叫。好，呼叫以后呢，我们就去点蓝色，带出来哈。啊，你是个人网页。个人网页呢，我们可以从中找到那些导水的，这个就是 URL， 啊 ，URL 还有我们的网页，再过来类型，这边有电话，电话号，那电话号码呢，里面呢都可以呢去控制，那里面呢是电话的格式，然后我们就是加大。是制定模式，好，制定模式呢就带出来啊，带出来呢，我们希望呢，我们这边呢出现这个是电话，那电话呢，各位看一下，你希望呢电话呢是前线里面，我们是四位啊，前这边六个，二三四，六号。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直接可以跳出来，也是一样，出现了 on 啊，一样呢是必要，同时也要呢是展示什么强制指令，基本上都是必要，都是必要项，没有打这个设成这样子，可打可不打啊，所以不打的话，它也是让它就是跳到下面，所以这个呢。就没有必要强迫我们上去，一定要留下来。但是呢，格式呢可以不要求，格式呢要求。好，这个呢做好之后就是，好，送到浏览器来看一下。那电话，好，我们这边呢就是0922，然后呢是111222，啊这样。老师，学校电话下面有哎。那是行动电话，那这里面电话我设错了，设成就是这样，等一下看应该设成我们一般的电话，不是那个是，这个应该设到行动电话去。
公室电话怎么设定啊？来看一下办公室的设定啊。好，画面切换。好，我们办公室啊，你可以说我们办公室在这边02-28-72-940啊，我们的全部呢把零呢就代表是数值，零到九只能接受数值，不能接受英文啊。所以你这个呢，这样还是你越学大概到这边呢也可以呢稍微有点延伸。好，左刮胡右刮胡两码，然后呢这边四码加个横线。是呢，去油数啊。好，这个呢做好以后，我们就成功。好，我们这里送到浏览器来。好，我们呢，就刚点进去，它自然就带出一个左刮胡，使用者就不用查啊。使用者只要打零二，你看右刮胡就把它刮起来了。我右刮胡没打啊，我打287，打完以后，它横线就交出来了。这样子就好。然后呢，你看一看，因为我没有良心啊，所以呢，它没有必要。但是呢，这个格式是必要。那我们游标回到下一页同步。所以呢，你在这个地方设定的时候，就不是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打。必要格式限制，强制执行的公司啊，用这个东西。好，左挂五月报零零，后面呢是接八码。这边用我们一个 header 来设置啊，好，这些应该知道就可以来练了啊。会做之前呢，去做一下。好，密码呢，可以看一下。我在这个地方呢，随便打英文，打数字。我打呢，这边呢，都会用密码来写。为什么？因为我宣告这是密码。好，各位呢，看一下。那我们去到城市码来看一下，去点了一下密码，去看一下 input name。这个呢，名称呢叫 member， 这个呢资料表里面呢，它是我的 type。
那密码呢也有可以去做打这个人员代表现金啊，所以呢我们去呼叫它，简单去呼叫这个呢是 Spray， 那 Spray 呢里面呢各文字栏位哈，这一般的叫文字栏位啊。第二个呢是验证文字序啊，留言的内容的文字序。第三个啊验证合取方块，合取方块呢就是打勾的。第四个验证的选举就是学校案，对，验证密码。好，点出它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那我们的密码这边呢是5到10个，所以呢最小是原数。好，5的话，如果说呢没有到5呢，我们需要呢叫做未达最低值。好，这边的密码呢是10。好，我们希望呢这个地方你超过这个线方块。好，那我们呢如果说其他的就两个啊，这个是第这个是第二个地方啊。好，然后呢如果说你是正方密码啊，你最小的如果说0到9，你要这边告诉你是一。那最小的字母是一，最小的字数也是从一顺序来排列。好，我们就看看这边呢会出现了强度无效，但是我们这边嘛没那么高档啊，可以呢去验证你的字母的强度啊。强度呢就是说你的文字之中呢要有测试助语，你的呢又要有大写小写啊之类的，你的密码强度要超过多少级，这些呢都是强度的关号。好，我这边做完之后呢，就要测试。好，密码这边呢随便打啊，我只打一个 AA 两个，那我这边跳一下就行，它叫未达最小。好，里面呢我这边呢去打大一点。达到底我们要随便点外面的，把已经超出最大值。好，那我们呢就按照那密码的程序啊，我打5到10个，再打8个，好，随便的字母就是 A 1234，好，八个 A 888。好，可以看一下，随便点一个，这样子就是密码，就密码的格式。